省而已，他跳到隔天中午。是的，没错。哎呀，我跟各位讲 ，S 腿算什么 ？L 腿的，你看他的左右腿真的相当厉害的。哦哦 ，sexy， 超级性感，让你受不了。Cup cup cup cup，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， put your hands up， put your hands up。来，有请我们来充满了这一位 Super Dancer， 注意看他的脸蛋的感受。那有请呢，咪咪笑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电死你了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皮肤超好了哎。真的哈、哦，对呀、啊，听说他说用牛奶在洗澡，是不是？皮肤那么好，超有钱的。像我这么没有钱的，就只能用乌龙茶来泡澡而已。人家是名媛。哎呀，没错没错。哦，老 baby， 地上都加码下去了。老 baby， 来大招，大招，大招。哦。哦，厉害耶！哇，哇，我说了，本班最有实力的，哇，真的有实力哦，十项全能的，哇 ，so sexy， 哇 ，yeah yeah， 我当她老公以后好幸福。对，你知道她这样的加码是在外面要加减吗？没错没错，不知道现场有没有帅哥大哥哈，用我们班的小奖也可以，好不好？聪哥这样厉害吗？哇，一字腿，轻开腰腕，会旋转。哎、欸，有没有看到？哇哇哇！我第一次看到这一种厉害的动作哎、欸！谢谢帮我们擦地板。喂喂喂！哇，他好实力！这么好的福利，我下辈子不当人，我要当地毯了。我跟你讲，当爽啊！哇！嘿嘿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呢？这位 Super Dancer 玩什么呢？他一个隐藏版的 Dancer， 我跟各位讲，这一位你们绝对没有看过，他的身材，而且呢，他等一下的服装也是跟我们的舞者不一样。第一个，他的特征一定要有黑色的服装，一定要戴着一顶神秘的帽子。但是他的眼睛看到这边的时候，突然有点杀气杀过来。突然我觉得说我刚才讲错话了，我只想旁边教务蹲跳一下好了。